我要变成业配之魔、业配之鬼。我干了那么多网红接业配，赚那么多钱，我不忍了，我真的忍不下去了，我忍不下去了。我之后的每一天、每一个限动、每一个贴文，好朋友是谁？我要成魔，业配之魔，倒悬机啊，不是。你给我注意点，赖宏林，你以后只要跟我吵架，赖宏林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以后只要跟我吵架，我就会跟你的吵架回影片里面塞业配。他说有，我绝对跟你的吵架影片里面塞业配。